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哥。Hello， 我是旭哥姐姐。我今天正式宣布和我姐姐合作，就是一起去摆摊。旭哥负责拍视频，负责直播，我这边就负责进货、开车、去拉货。不管线上线下，自媒体收益还有直播收益即将对半分。比如线下卖了多少钱也是对半。姐，你打算在这边摆什么摊？我想了一下，这边看一下能不能卖那个果子。我现在在网上也买了一些装备啊，先试一下，如果不行到时候再改变吧。你买了装备吗？买了一些，但是有一些还没到，有一些到了，放在那个后备箱里面。全部在后面吗？还有一些还没到的，还有一个果子机，还有一些配件没到。但是我是没有摆过摊的，也是有风险的，先试营业一下嘛，因为这个成本不是很大，到时候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换了。具体的摊的地址也没有具体的位置，因为昨天过来也找了一趟，找的话也看了几个点，我觉得那个比较人多的地方嘛，可能就是属于那些夜市。夜市的话我看了一下，人多的话就是那些夜市，但是夜市的话是要摊位费的，我问了一下，它是要20块钱一个晚上，人流是可以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那边卖水果比较多，有3-4家，我如果我在那里榨果汁的话，我估计生意不会很好。另外我看了一个点，就是经常别人去玩的，就是那个桥那里，人家晚上都在那里乘凉，我想先去那里试一下，如果不行再换地方。姐，你确定在东莞摆摊还是在深圳那边？深圳那边因为这个车牌不行，因为深圳限车牌的，限车牌它有一个早晚高峰，不可以在深圳跑的，所以我想在东莞这边应该会好一点。你那些装备的话买的差不多了吗？还有几个吧，还有几个明天到的，差不多明天就到，能到齐了，明天就去找一下那个批发市场吧，批发水果的市场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，顺便如果方便的话先把货进回来。我看一下你买的什么装备嘛，下去看才行。后备箱打开我给你看一下，这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。所有东西在这里吗？就是那个榨汁机还没到，这个的话是桌子。这个什么桌子啊？是桌子可以折叠的，折叠桌子啊，方便打开嘛。上面是什么？这个瓶子啊，我看人家也是300毫升，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300毫升有点小。这个300毫升吗？是啊，300毫升太小了，到时候要换一种，而且这个也很薄，这个瓶子成本都要3毛多钱，3毛几分钱。还有一些是那些小东西，摆摊的时候放在桌子上。这盘子是装橙子的，切好的话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。你们拿来洗一下，然后摆在上面卖的。这个脸盆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的话是一些袋子，到时候可以用得上的。这个夹子拿来夹那个橙子，拿来榨的。到时候还有一个榨汁机啊，不知道什么，摆在那里坐一下可以。其他的话没有了，到时候过来了，还有几个快递吧，应该明天到，差不多明天到了。还买了一个广告布，还买了一个那个榨汁机，其他的我也忘了，好像就这几个吧。明天就到齐了，明天去水果批发市场看一下。姐，全部那些成本加起来多少钱了？成本的话，我这个车是一个月工资跟那个老板抵的，就只有那个后面的那些是我买的。那些的话很便宜，那些在网上买只花了几百块钱，但是我配的话没有配多少啊，陆陆续续看到时候还要买什么，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。那我的话我就不出本钱了。不用啊，这没多少本钱嘛，就1000块钱就算我的嘛，然后其他的收入就另外分嘛。OK。